季老师，季秋他们呢？营地那边有篝火晚会，人都过去了。哦，密闭空间这种东西，不用锁也是可以制造的。季老师，其实不用牵手也可以，我的帐篷就在旁边。挺方便偷袭的。下午的事情你能不能忘了？就算我之前真的居心不良，你也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吧。我发誓，我现在只想把手环解开，一点歪心思都没有。如果我就像你居心不良呢？什么意思啊？确实还有一种方法，可以让两个人达到最小距离，还能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心率。什么呀？你不是脑内时间过了吗？不行不行，你会告我性骚扰。给你一次机会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全当没有发生。但我怕会走火的。当我死了吗？过分了，我会叫停。可不可以就掉进你的怀里？是否太天真？不可能被你结束了。喜欢的，就算只有微笑的可能。昨天去海边玩啥了？玩极限心。哇哦！从某种程度上，应该是他玩我。而且都亲了抱了，为什么还跟我说有待考察？要我对他不再隐瞒，我才不管你们谁玩谁，通通给我画漫画里去。漫画。哦，你已经出了实体本了，马上就要开签售会了，你什么反应？你第一次见到？坚信还不知道我把他当男主画进漫画的事儿。不对啊，我给你发的快递显示签收了。寄到季言信公司了。把我桌上的快递包裹送过来。啊！快快快，给我接电话。慢草。老板什么时候跟七年公司之间有来往啊？接电话，怪我，我手滑选错地址了。喂，碧月，那个什么啊，送东西去了，送什么呀？他手机呢？没带。我这叫不到车，这前面排一位30个呢。现在四个轮子的估计都堵在高架桥上呢。有了，有啥？你好，你要闪送的东西呢？就在你面前。啊？